近期新冠确诊个案处于高位，要维持疫苗嘅保护力，就要按时打针。依家伏必泰二价疫苗为大家提供另一个选择。伏必泰二价疫苗佢系加强剂，可以俾18岁或以上人士作为第三或第四剂接种，又或者系康复者打第二或第三针嘅另一选择。专家建议50岁或以上人士、12岁或以上免疫力弱的人士，以及18至49岁有个人需要或有较高暴露风险，例如在院舍、医院工作或从事跨境运输，都可以打第四针。社区疫苗接种中心、公立医院和私家诊所疫苗接种站等地方，依家都提供伏必泰二价疫苗给市民选择接种。大家记得按时接种适当剂量的疫苗，才可以维持保护力。伏必泰二价疫苗给大家多一个选择，立即预约接种啦。